香港媒体报道，著名影星杜汶泽为了在《豪情二》中迎战苍井空、吉泽明步和原沙央丽等日本女优，竟挑战高难度，半年来狂运动加节食，肌减了20磅。据了解，《豪情二》中阿泽饰演的男子因为生意失败，沦落到日本去做 AV 男优，与一般 AV 女优苍井空、吉泽明步、波多野结衣和原沙央丽等有床上戏。对此，阿泽放话称正在考虑全裸演出。全裸演出，阿泽你就不怕老婆大人有意见吗？你要演男优，就连许多网友都表示对你很失望的说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